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这台暗夜魅影。哇，被我撞得好烂啊！好，修理载具。那护具我改最好的，5万块。刹车，赛车级的。哇，这好经典哦！保险杆有前保险杆，原厂的就长这样，扩充型，扩充型就把它凸出来了耶。是不是可以把人家撞飞啊？我还是喜欢原厂的。好，不改。后保险杆，翘孤轮，真的可以翘吗？好啦，既然都这样了，那就买啦。引擎用最好的，33500。排气管，侧出式。原厂的好了，原厂比较好看。水箱。原厂的不改，好，引擎盖，原厂引擎盖，效能型引擎盖，多个五角形，入气式，单一，进气滤网，三重，好像还蛮多车子是长这样的。哦，旁边写 Turbo。V8 Turbo，好啦，就它的三重。那车灯我改，你用套件全满，颜色用，好，黄色，主色调的金属好了，银蓝色，副色调。哦，给它配个其他颜色，大红色好了，可以吗？好看吗？怪怪的。好啦，葡萄紫红，怎么看起来像黑色啊？它是比较深的，哎呦啊，它有变色啦。不好看。主色调换一个颜色好了。哦，红黑红紫，好，就你啦。防滚架，哦，应该是避免我飞出来吧。导流板，降阻型尾翼，压尾什么用啊？原厂。哦，原厂长这样，还蛮酷的。来个原厂好了 跑车型，赛车级变速箱，涡轮，哇，加个涡轮就全满了。强化轮胎，烧胎用紫色，好。车窗我就先不改了，先这样喽。哇，超亮！加速有点慢，而且它转弯会甩尾，不晓得是抓地力不好还是打滑。OK，我先回去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